哇，咱们今天这么多人了，怎么这么多人？哇，这直播间爆炸了啊，17000人了。咱们要作证啊，这个花是什么含义啊？接受了花就是我的人了啊，是不是家人们？是，在一起看，在一起都成起来1000组了。哇，天哪，这么多人啊！点个赞，小赞赞。嗯，此时此刻家人们，我此时此刻我的脑袋又……你看他脑袋，他说他脑袋又晕了，家人们。我不晕，我不晕。不晕吗？晕还是不晕啊你？有一点点，我不要说啥了。我小助理都从旁边笑，你看，我小助理都从旁边笑，小助理过来来。你看他不敢，他不答应，阿紫不答应，我也不敢送啊，家人们，咋整嘛？那不答应我也不敢送啊。你点哥，你再勇敢一点，再说几句好听的，让我们一起听一听。我把之前的那段话啊，我之前写的那段话，咱念一下啊，家人们。来，家人们，扣在一起，在一起啊，在一起，在一起，你看都成起来了。阿紫大的一点劲，家人们，我们准备开始念了啊！我这段话都准备了多久了？上一次在浪莎的时候，我也准备了，哇，18000人了，哇，又来了1000多个家人们。这样吧，家人们，咱们点赞到200万行不行？今天是值得庆祝的日子，咱们点赞点到200万，来，咱们快速的把双倍点赞点出来，我就来把我准备了一个多月的话把它念出来，来，咱们家的家人们一起点赞到200万，咱们就把这段话念出来，好不好？家人们，我准备了一个多月了，妈，好不好？家人们，太好了。上一次在浪山没成功。前天咱们在万达也没成功，今天晚上咱就得拿下了啊！拿不下，家人们都不愿意了啊！家人们，是不是咱们直播间18000多人，来快速把赞点到200万，是时候展现咱家凝聚力的时候了，家人们。哇，双倍点赞！双倍点赞，哇，这么快，131万了，来点到200万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140万了，哎呀，我头晕了是吧？你头晕了吗？你不要晕，咱们直播间18000人看着你呢，现在门也反锁了，你一会儿你别说你跑了，157万了，快200万了，哇，这点赞速度多快多快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4+3，点赞到1000万，不需要点赞到1000万，家人们，咱们点赞到200万，我开始念，家人们开始点赞，好不好？家人们，来。190万了，我要开始念了啊，家人们。200万了，我瞬间200万了。来，家人们，你们点赞，我来念啊，家人们，我开始念了啊。干妈也要看着，你们要看着。我用普通话还是用本地话？用普通话吗？家人们，我用普通话还是用我本地话？用普通话吧。啊，我要朗读了啊，家人们，我要朗读了，开始表演啊，咱直播间18000人都看，家人们你们点赞，我开始念啊，家人们。对，家人们，我干爹干妈们就点赞，普通话那么说。哎呀，我好紧张啊，家人们，搓搓手啊，我开始念了啊。阿紫，我可能无法用言语来完全表达我对你的感觉，但我仍想尽我所能让你知道你在我心中的位置。你的笑容，你的善良，你的每一个小小的动作，你不要对着我嘛，你对着你。我在念啊，家人们，我不是背的啊，我在念啊，都在我心中
留下了深深的印记。姐姐在听。你在我的世界里已经变得如此不可或缺。哇。我承认你很招人喜欢，这是我内心最真实的声音，没有任何的虚伪和掩饰。这份感情让我愿意为你付出一切，包括我自己。我愿意在你需要的时候给你支持，愿意在你困难的时候给你帮助，愿意在你孤单的时候给你陪伴。我想为你遮风挡雨。念了一半了啊，有点紧张。这需要勇气和决心，我愿意用我所有的勇气和决心来守护这份感情。我希望你能够接受，因为我相信只有你才能让生活变得完整和有意义。我会用我全部的真诚和努力来证明我对你是真心的，是值得你信任的。无论未来的路有多么艰难，我愿意和你一起走下去。我相信只要我们一起努力，相互支持，我们就能克服一些困难，实现我们的梦想。我希望能够和你一起分享生活的喜怒哀乐，一起创造属于我们的美好回忆。这是我心里最真挚的呼声，我希望你能接受。以后我保护你，照顾你，相信我，我会用我的全部努力和热情啊，绽放出最美丽的花朵。哇，直播间1900多人，19000人，哇，19000人，哎呀，谢谢老板，哇，好感动啊！这是我写了一周，我写了一周绞尽脑汁写出来的，家人们，写的不好，但是啊，家人们，我跟你说，没有华丽的语言，但是这比华丽的语言更感动人。等一下，我觉得此时此刻缺点啥，是不是？对，真的是此时此刻缺点什么。是不是？来，哇哇，这怎么还留着啊？那我没有报上了，对对，报上了。家人们啊，你们看啊，报上了啊，报上了啊。咱们直播间19000多人，哇，打在一起，在一起，是不是？家人们，写的好不好？其实写的并不好，太好了啊，写的不好，但我们要做得好，干得漂亮，是不是？家人们，来吧，干得漂亮，打在公屏上。你们此时此刻应该两个人一起出镜，来这样，你们坐那个大的位置，我办公桌那么大，你们为什么不坐？这儿挺好呀，是吧？对，来，这样，我把这个后面这个帘儿，不然反光，都给你拉上，把那个拉一下，这个拉。对，哎，对 ，OK， 对 ，OK， 不然反光。来，这样。我不知道说啥，我不是。哇，好浪漫啊，家人们！直播间19000多人。这话怎么还没有丢掉？如果我把它丢掉了，就证明什么？证明我不够坚定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如果我把它丢掉了，证明我不够坚定。我昨天虽然说啊忙了一天，但我想给你时间去冷静的去思考，是不是，家人们？是。因为我也是精心的策划和准备，基本上用尽了我的所有的啊资源，用尽了我所有的力气啊。那你现在收下这束花了，是不是啊？是不是这个事儿就已经啊，在家人们，咱们直播间19000多人的见证下啊，是不是已经啊就那个啥了，叫啥？不是，就已经就是说那个
就是什么意思啊？你说，勇敢点儿，阿紫，勇敢点儿。就是什么意思啊？咱直播间19000多人，就是，你有什么想法直接说。我也不会说话，也不会表达，但是呢，我希望就是这个话呢，我说一下也好，没说一下也好，对不对？我希望以后老板你把我当成你什么也好，都不要把我丢下就好了。那肯定不会丢下，对不对？你那你我不把你丢下，那你也不能不能轻易的跑掉，行不行？哇，是不是？家人们听到没有？我不轻易的丢掉，我丢掉，那你们来骂我，那他跑掉过后，你们把腿给他打断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就你们的女儿跑掉了，你们是不是把腿给她打断？是不是，家人们？行不行？行的，咱们直播间扣个行。但是虽然我收下这朵花了，但是呢，我们有些事情是慢慢来的，顺其自然的啊，老板。那肯定顺其自然嘛，咱一步一步来，咱一步一步来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这就是个好的开始。我就是我家人，他们都一直叫我回去了，嗯，但是我不回去，我还把他们的电话都拉黑了，把我小妈的电话都。他一叫回去怎么怎么样，没事，咱们下来，咱们我来去搞定他们。哇，直播间19000多人了，对，我去搞定，我搞不定那是我没本事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我去搞定，只要你不离不弃，我去搞定，我搞不定是我没本事，是不是，家人们？嗯，好开心好开心开心吗？三个姐妹你们我应该是今天休息好了，老是想笑。我们去搞定，对不对？咱们要彼此坚信啊，彼此信任，然后没有搞不定的事情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那个风来什么树挡，水来土掩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此时此刻啊，家人们开心吗？家人们感谢感谢感谢，谢谢你们，谢谢水，也是感谢我叔叔阿姨们一直就是一直在教我怎么去做啊，怎么去怎么表达呀，这些，所以让我就是很有很大的勇气，真的，帅哥姐们谢谢你们，也谢谢老板，真的开心是吧？今天在直播间19000多人的见证下面啊，这个事儿啊，咱们就我们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了啊，家人们，是不是？那你以后你可不能随便东跑西跑了，要听话，行不行？嗯，行不行，家人们？那老板，你以后不管你生气了也好，不管怎么也好，你都不能把我丢下，前天一样，真的，我都。我问你，你也把我丢在这里了，我都不知道去哪里了，知道吗？那肯定不会，咱们不抛弃不放弃，是不？是不是，家人们？哎呀，紧张吗？我挺紧张的。家人们开不开心？家人们开不开心？我倒是挺开心的，家人们，我倒挺开心的。你这样，你跟家人们聊两句，我去上个洗手间，我去上个洗手间，缓一缓啊，家人们，你聊两句。